今天很高兴来到港平运动公园采访嘉义市运会足球队的比赛。目前在我身后的是裕仁国小的足球队，在此为您采访裕仁国小足球队队员。您好，请问你的大名是？刘怡晨。那请问你练习足球有多久的时间？我练习了三年，从三年级到六年级。那请问你们今天的赛季如何？我们今天早上比了两场，一场对嘉大，一场对世贤，然后我们现在两场都是赢的。那请问你们下一场对上的对手是哪一个国小？我们下一场对上的是文雅国小。那请问你们对这场赛事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那祝你们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辅仁特办小记者陈平安，今天很高兴来到港平运动公园采访嘉义市运动会的足球赛。现在在我身后的是嘉大附小的足球员。你们今天赢了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比赛过程中是不是很关键是传球传的很好，然后对手就很累。啊，比赛过程中最辛苦的部分是对手靠很近的话会那个紧张。那你们还有下一场比赛吗？有啊。对手是世贤国小。那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那祝你们成功。耶、yeah!